昨天晚上那只狗是在街道上面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走丢，然后是跟着另外一个群众，之后那个群众就把它送到我们派出所了。阿拉斯加那个犬可能还是一只幼犬吧，两三岁的样子，我们民警感觉它饿了就给它买了面包，然后今天还买了狗粮。我们那个里面有一个自动贩卖机嘛，它把里面的面包已经吃光了，6到8个吧，具体我也不清楚，反正不会超过10个。这已经是我们派出所捡到的第3只狗了，我们就再留几天嘛，等着人就有好心人来想要收养，或者说它的主人找过来。